Bing West 品玩八月三日讯，艺术 The Verge 的消息，根据巴克莱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，苹果在2018年新款 iPhone 中不再附赠 Lightning 转 3.5 毫米耳机插孔转换器。报告声称，转换器的供应商 Cirrus Logic 已经确认，它不会被包含在新 iPhone 手机配件中。苹果公司一直在试图用 AirPods 和 Beats 的无线耳机系列使得用户养成使用无线耳机的习惯。不过在官方商城中 Lightning 转 3.5 毫米耳机插孔转换器仍然会继续出售给那些需要它的用户，售价9美元。新闻线索镜头导致 WIREPINGWEST.COM